从跑男跑到现实的友谊，陈赫轮番奔走帮邓超、鹿晗宣传电影，陈赫发展还是在综艺方面，而邓超和鹿晗则是一直忙着拍电影。恰好暑期档，邓超和鹿晗都有一部电影要上映，两个人为了电影都在忙活。而这个时候，陈赫也跟着忙，他忙着替两个好友宣传电影，也是真的挺义气的。后面则是鹿晗的电影《上海堡垒》，这部电影宣传感觉陈赫也是蛮给力的。一开始鹿晗上综艺宣传电影，陈赫也选择了和鹿晗一样的档期，带着他宣传，也在综艺中照顾他，不让综艺冷场，表现得像一个大哥哥。这样一看，这三个人关系是真的好啊，明明已经从综艺中退出来了，如果真的是装出来的友谊，早就彼此冷漠互不相见了，但是他们还是正常互动，甚至在需要彼此的时候立马站出来为对方宣传作品，这份延续到综艺外的友谊倒是比想象中还要真。